阮这个子孙吼，也是讲自阮阿公的时代吼，就开始在种树啊。啊，因为阮外国这个土壤吼，非常适合绿竹笋，所以讲阮的绿竹笋口感特别幼嫩嘛，特别清甜。所以讲外国的竹笋是我们的绿宝石。啊，外国的竹笋嘛，驰名中外啦。我回来种竹笋已经好几年了，那因为家里长辈的年纪也大了，所以让我可以再回来继续帮他们，然后一起把这份产业传承下去。我们五谷本地的绿竹笋，简单的料理就很好吃了。一般我们都会将竹笋拿去市场卖，那现在可以透过新北市的一亿多网站，就能将绿竹笋的美味带回家。五谷观音山的绿竹笋赞哦！